是斜纹面料，斜纹面料，它不是雪纺，我刚刚说了，不是雪纺纱纱的那一种，一样有一个单大口袋给大家。另外呢，这一次的琥珀扣是做这种中型，非常非常有质感的白扣。我平常啊，就是日常的话，我也会把它打开当成小外套。那最漂亮的剪裁来在后背。它是跟一般的那种衬衫不太一样，它是做一个就是风衣外套后面的裁剪，所以呢正面背面都好看。接下来变冷的日子，来这边首秀是可以装下无限的衣服了。它就是可以当做一个外搭的外套，你也可以当做一般的衬衫穿。其实它当成小外套啊，然后你搭那种中高腰的裙子，它整个人就是让你的比例更加的好。